啊，终于。好，喜欢我的频道，请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就追踪我 IG、FB 和 Twitch。然后经过重重的迷宫啊，终于到了我们这个菠萝大王的地方。好，咦，没路啊？难道我们走错了？啊，你也会怀疑自己有没有走错路哦？哼，看我让他现出原形，怎么没有？不会啊！再仔细说一遍，是妖怪，臭妖怪，快给我滚出来！真没想到你还这么大的脾气呢。他在下面，你是说你们说什么悄悄话不让我听见？看下面，没错，一、二、三。哎呀，痛痛痛！是妖怪，看你能忍到几时？知道本姑娘厉害了吧？先不要得意，看我怎么教训你们！好丑啊！那什么姿势啊？果皮帽。三四三三，再拖一次好了。我的虎蜥才是这个老虎啊！你算什么东西啊？miss 干，好烂啊！有嘞有嘞有嘞！能够摆臀部是怎样？够了哦！抽不到是没有的意思吗？还是怎样？再偷偷一次，我就不偷了。好，不偷了，就这样。我打多久啊？那血到底有多少？哦，好痛！
就我要占个位置哦。哎，香本换成哦，可以。水。嗯，还是很烂。嗯，烂东西呢。啊，被打断。该不会我连 BOSS 都打很久吧？看，又没打到。好，快死快死，85，再见。哎呦，可怜老妹，我认输了，就这个给你吧。你如此轻薄，绝对饶你不得。妈妈妈，几位想从这里出去不是吗？我可以送你们啊，出去的路只有我知道啊。少威胁我们，快说，不然我就杀了你。兄弟，你可真惨，跟两只母老虎在一起。你看看我，我是老虎不假，可我宁可自己一个人孤零零的，也不肯找个母老虎作伴。少废话，再胡说把你舌头割下来。这是母老虎，真是没眼光，把美女看成老虎，我这是艳福，艳福懂不懂？要我承认你看法，不是找死吗？大丈夫人屈人伸，还是趋吉避凶为上策。哼，什么艳福，你好好照照镜子吧。诶，这是什么？是一只癞蛤蟆。咦，怎么什么都没有？坏了吗？应该是这个样子的。这镜子照出妖怪的原型，如果是人，当然样貌不变。照那个死老虎试试看。嗯，好了。怎么回事呢？放心，应该没坏，一定受地脉的影响，出去就会好了。哎，我说啊，一定是我这宝贝五灵人的法力强过你镜子，自然就照不出来了。有什么好奇怪的？乱讲，都没宝剑是人间至宝。怎么会比不上你的武灵轮？可惜啊，武灵轮是仙界至宝。王哥哥，你少说一句嘛。好了好了，因为这里太暗，我这人气有点不足，所以人镜子照不出。要不人家怎么叫我半仙呢？是啊，我觉得他没有坏，人间至宝哪有那么容易坏的？我想这也蛮古怪的，回蜀山再试试就知道了。嗯，没错，小薰妹妹说的对，这么容易坏就不是宝物了。张野杨宇便高兴成这样，真单纯。那死老虎跑了，他还没给我们咱们指路呢。我看他眼睛一直看那里，说不定那里就是出口。所以这样是打通的吗？果然，这有一个秘门。还是小薰妹妹细心，你要是不带她，不带她我们就困在这里了。还是我有先见之明。这个叫什么先见之明啊？存档在先呐、啊。
就像是通过地脉了。嗯，应该是这样，这里和刚刚大不一样的。这里应该是离蜀山的，果然和蜀山大不相同。看那边。白头发那个看起来蛮俊的嘛，马马虎虎啦，比我还差那么一点点，臭美。你们是哪里来的异类？我们是蜀山的，怎样？这位大哥，我们路过贵地，不知道规矩，还请包涵。蜀山，废话少说，你们就一起上吧。我这边战斗音乐，雷叔，雷叔一样是给蓝公皇学吗？好，先偷东西，还魂香，呜呼呼呼呼，那南宫皇也学太多招式了吧？累不累啊？啊，被打断。好痛！再偷一次好了。好，不偷了。68，我发现 BOSS 的血量都蛮高的哈，而且才初期而已，他血都问号了，会不会太过分了？
很烦。3000滴血，血太多了吧。啊！啊！哈哈哈！直接把我秒掉这样。再见了。竟然还没死。赢了吧。哎，主角没升级。果然杂手，再来，慢，是，不打不相识，咱们就是罢手吧。好，听你的。我说啊，你真的怪怪的，人家好好跟你说话，你不分青红皂白被动手，真是不讲理。哼，我叫星玄，请叫尊姓大名。我父姓南宫，单名一个皇字。南宫皇，请问南宫兄贵庚？我大概是二十。啊，后会有期。好，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怎么后会有期？嘿，本大仙，这句话可真是越说越顺口了。哼，什么青山绿水的，还是李自由都不知道。你刚刚后悔游戏干嘛？你懂什么？没听过多个朋友陪着少个敌人的道理吗？我说啊，在这里我们人生地不熟，套个交情打通人脉可是最重要的事，懂吗？套交情也不看看人家什么排场什么气势，你拿什么跟人家比？一个天一个地，他愿意跟你套交情才有鬼呢。男人之间的事你不懂，我倒觉得跟他一见如故，嘿嘿。哼，他干嘛问你岁数啊？是要跟你结拜呢，还是有妹子要嫁给你？我怎么知道？你这么好奇，人家长那么英俊，你为什么不追上去问？要你管？哼，你有二十吗？看你还是十二的样子。我多大了，只有我爹知道，你也管不着。难道你有妹子要嫁给我，还是你自己？闭嘴！黄哥哥、温姐姐，你们别争了，咱们快点走吧。走？去哪里？刚刚空过一条地脉，就算打空了吧。现在应该要寻对应的阴性地脉入口，应该是首诀阴性包金，在哪里啊？我也不知道。师傅说，只要打通阳性地脉，理所当然就会出现对应的阴性地脉入口，慢慢找吧。这叫什么话？你是大将军耶，总不能去哪里都不知道。嘿嘿，那我这个大将军就派你这个先锋官去打探，速速回报，不得有误。哼，白痴，谁理你？黄哥哥，这也是李楚山妖界吧？到处都好奇怪，我们可要小心。
哦，对哦，这也是妖界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这下镜子可有用武之地了，好玩好玩！快来看，快来看，镜子没有坏，是这样子的东西耶。温姐姐，我们人生地不熟，不要这样张扬。如果犯了众怒，吃亏的还是我们啊。哦，那我偷偷照便是，你们也不要看了。你们不饿吗？要不要找个地方吃点东西？这么古怪的地方，我看未必能找到什么可口的东西。我们到处晃晃看吧。嗯哼，为什么我觉得这边的音乐很像守护者之剑的音乐？这个前奏很像。好，这边就是李蜀山的村庄了哈。哎，那什么鬼地方？连吃个东西都找不到，好想喝酒、哦。没想到你是个烂酒鬼。你懂什么？在北方边关，天寒地冻的，不喝酒根本熬不过冬天嘛。我饿了，我也饿了。好吵哦，女孩就这样娇气，难道我不饿？听，里面有声音。进去看看。哎，但是你不好，没看住那个家伙。无错，为什么让我看住他？谁规定让我看住他？凭什么要我看住他？他就在你身边，咱们一下子就不见，不然你就是他的同伙。你们两个少一个鼻孔出去，有本事抓他回来啊！请问，你是谁？是不是你把那个家伙藏起来？看吧，他们怎么进来，你们不知道，怎么能怨我？原先还是一样丑啊，我还以为有什么不一样，真没意思。温姐姐，别这样，多不礼貌啊！你们找什么人？我能不能帮忙？那是什么？看起来好好吃哦！小心，他们抢东西。真会误会了，我是来帮你们的。你们有什么麻烦，尽管说给我们听。那家伙再强，也比不过我们六个，是不是？那家伙跑了，我们帮你找。他长什么样子啊？一只死猫，那猫丑猫。猫倒是猫，不过是死的，不然也不会不见。本来用它100个芦苇果换我们的炼妖火，可是这个家伙只拿来10几个芦苇果，就把我们的炼妖火给骗走，一眨眼就不见了。炼妖壶、如意果是什么东西？你连这个都不知道，可见没什么本事，还呼呼声的帮我们。我铿锵真诀，大人做不到的事，你更做不到了。哼，我看你们也不知道，就算知道也说不清楚。我知道，炼妖壶是跟那妖怪变样子，本来变化的法术很难练，一般会十几种变化就不得了，可炼妖壶可以练千万种变化。可是时灵时不灵，不如自己练出样子那样顺手。即便是这样，也是好宝贝，我在锁妖塔中辛辛苦苦带出来的。锁妖塔？怎么？没什么，请继续。这如意果是平常的很啊，只不过可以让身体变大变小而已。本来我不打算换的，可是那死猫说我们三个只有一个炼妖壶，如果换成100个如意果，大家能平分呢？100还是不能被三平分，那狸猫要想挑拨我们，你都上他当了。99个就可以分了，那我们就吃亏了。102就可以了吧？喂，后来呢？后来呢？狸猫来了十几个如意果，说要看看炼妖壶真假，谁知刚一给他就咻一下不见了。我早说不要给他看了。你什么时候说过？在守妖塔我就说过，这宝贝谁也不给看。停，我知道了。那个什么猫一定拿炼妖壶就立刻吃下，如意果变小了，它一定还在这个房间里。好啊，看我的。那边，在那个墙角。抓到没？他跑了，
这没可，看，别让他跑了。我踩，我踩，我踩踩踩。是妖怪，你敢踩我？旭啊，怎么是你？我太饿了，实在忍不住，就吃了那几个如意果。那怎么办？怎样才能变回来？我们可不知道啊，这东西死猫的只有他知道。本来吃过一个，过一会就变回来，但吃了这么多个，可就说不好了。哇！都是你们都搞乱，难道你猫跑了，你们自己也倒霉，混蛋！别急别急，反正他出不去李蜀山，我们去找他。对不起，都是旭儿不好，太贪吃的。没关系，等一下。喂，你把它放哪里？包包里啊，怎么了？这还差不多。你以为我会把它放哪里？开车车哦，开车车哦。你们三个要和我合作，你要去找那狸猫下落。如果不听话，我们找狸猫先打碎炼妖壶再说，知道吗？我们才不管啊！要不是你多事，哪有这么多事？走吧，走吧。好吧，但你们要帮我们啊。你是不是以为南宫皇把旭儿藏在裤裆里啊？你以为南宫皇这么变态吗？什么狗屁狸猫，又不知道长什么样，就这样拿镜子乱照，什么时候能找到？累死了！你说脏话，一点都不像女孩子。我哪有说什么脏话？再说了，就算说脏话有什么了不起吗？谁规定脏话只能男孩子说？强词夺理，不和你吵了。哇！是你找到那死猫，就那间废屋的对面，快去！太好了，快走啊！还愣着干嘛？一下快死掉的样子，一下又这么有精神，嘟囔什么了？快走！哪里啊？我好丑！我不认识你们，也不知道什么如意果啊，更没有什么炼妖壶啊，不要纠缠了我了。我们知道打不过你，可你也跑不了，就这么耗着吧。他们来了。你们来了，就是他，必须打败他才行。好啊，就是你害我东找西找。可我不打死你。冤枉啊！等等，慢动手。说打就打，神炼水，他很强啊，感觉很强哦。毒雷啊，中毒是不是？而且是二打一齁。哦，好痛！要用精英做。撑一下，撑一下。GG。刚好复活，然后就中了，靠腰。没办法解。干！超赛！好，最后一集。
打死你！慢着，有火口啊！我当然知道，没有你提醒，少在我面前充什么老江湖！来来吧，还有我们艳压虎，去死！五个原主练妖虎啊，有人免费帮我们跑腿打架，哇，还不用付钱，真假？我去耶！你们上当了啦！少废话，你不是好东西，把如意果的解药交出来。怎么解药？那东西没有解药啊。那我怎么办？我变不回原状了。原来是为了这个啊！过一会儿就变回来了。你们吃几个？十几个。哎呀，很快了。等一下下你就变回来了。你要是敢骗我，小心我扁你。扁扁不是我啊，是刚跑的那三个。什么话？明明是你偷东西在先，我们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。可他们也不是好东西，现在骗你们，然后得了便宜卖乖，你们帮错人了啦！你们都不是好东西，只要这边幸灾乐祸。太好了，我变回来了。谢谢黄哥哥。嘿嘿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谢谢温姐姐，对不起，我再也不乱吃东西了。不用客气，不用客气，下次再有什么状况，交给我在，保证一样罩着你。那个如意果确实是好东西哦，用一个去换点妖狐你都吃亏，幸亏没有换成，不然就亏大了。真的啊？那是真的，那妖狐会把你变成很弱的妖怪，他们打不过你，就想用这个来害你，幸亏你没上当，不然就糟了。有道理啊，我就把我如意果藏好。再见。这些妖怪脑筋都不太灵光啊。算了吧，有的人自己觉得自己很聪明，结果被傻子耍得团团转。是啊是啊，谁知道哪个傻瓜，人家刚说上他就冲上去打。你说谁？你给我小心点。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，雷门为我担心了。不关你的事，是这个笨蛋还没本事，一点都不像男人。谁像男人啊？那个白头发小狗，是啊，人家比你像样多了。什么小狗？人家要是小狗，你是小猫，不，小老鼠。大家为我忙了半天，也累了吧？不如我们回那间废屋休息一下再说，好吧？哎呀，累死了，累死了！我要睡觉，不许吵我。就知道睡，猪啊你！一点都不饿吗？还好，小时候在军营，饥一顿饱一顿都习惯了，一两天不吃没关系。我是属骆驼的，不怕。旭儿，你呢？莫涵哥哥，你一定也饿了吧？自己怎么会找不到吃的呢？妖怪都不吃东西吗？不然我们抓一只妖怪煮了吃？好恶心，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，打死也不是那脏东西。好啊，你骂他们脏，他们可是听得见哦。一会找上门来，把你捉去煮了吃，我可不救你。啊！本大仙说话就是灵，怎么样？找上门来了吧？是是是啊，本姑娘可不怕你，来吧。是我。是你，你。三位远来是客，我当地主之谊，奉上我亲手做的点心。不成敬意，请南宫兄笑纳。哈，新学兄真太客气了，你还真神通广大，正巧我们都饿了，真是雪中送炭。李楚山难得有客人，自然要好好款待才是。啊，太好了，太谢谢了，谢谢你。你别，旭儿，你慢一点，都不怕被下毒。好吃，太好吃了。怎么可能有这么好吃的东西？太神奇，太神奇了。喂，旭儿，你怎么了？怎么这么说话？
不好意思，嘴巴里塞这么多东西，话都讲不清楚，真的太好吃了。哦，我还以为，没事就好。对了，你怎么知道我们肚子饿？不会是一直在监视我们吧？妖并不需要每天进食，李蜀山也没有食物出售，你们找不到国父的食物是理所当然的。我们当你手下，你为什么对我们这么好？哈哈哈！俗话说，不打不相识，英雄惜英雄，能遇到旗鼓相当的对手，也是人生一大乐事。不错。哎，你们怎么光说话不吃东西啊？这杏仁豆腐、包蒸糕、水晶饭、下冻鸡、三加三脆，虽说都是很常见的东西，但味道就是不同。你看这水晶块晶莹剔透，不仅韧性十足，而且入口变化，味道好的更是形容不出。总之你们不吃，一辈子都会后悔的。越好吃越可疑，说不定是蚯蚓毛虫变的。南宫兄，你也不吃？我，男子汉大丈夫，怎么可以跟女孩子抢？让他们先。既然旭儿已经吃了，我们便谨慎点好，不要都找了别人道。虽说看起来没有恶意，但防人之心不可无，我也是老江湖了，这点道理还是明白的。真有那么好吃吗？当然，天下最有名的厨师肯定比不过你，他们从来没有夸过你吗？一定是这里很少有吃的东西，大家的味觉都不灵光了。啊，这边也要四号就对了。神经病啊。怎么干嘛这样看我？我脸上沾到酱汁啊。是不是我吃东西很不思维，吓到你啦？没有。既然大家都没胃口，但也不能浪费。我吃。哎，你别这样，我没有不相信你，你不用每一个都尝，你别这样。王哥哥，你也吃啊。哦，好，我也饿了。不然，现在诺还不吃，他不给人家面子，万一有什么事情，大不了跟旭儿一起受罪，这样也算够义气的。不错，真好吃。哎，丫头，你不要尝尝吗？我不要，看起来越是好的东西，就越有可能骗人，不能相信。谁说的？这么有哲理的话？我娘生前常常这么说。嘿，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你就很相信我，这不是拐弯骂我不是好东西吗？我没有，是我没有听娘的话。那就是说我看起来风度翩翩，貌似潘安，你被我迷倒，不小心上了我的当。哼，少臭美自赞了，臭美。哎，你怎么了？没关系，脑麻痹的。难道有毒？不会吧？有毒，那东西有毒，我们上当了，康奈也现为原形。哎，怎么又是什么都没有？难道又坏了？你那法宝在我面前没有用。那怎么会中那么深的毒？很多年的吧，痛不痛？看。我说对了吧，下毒反而害到自己。不是的，那这毒是很早以前就中的，这么久了每一天都很难过吧。没关系，我已经习惯了。那快想办法解毒啊。这毒和我性命息息相关，除非有五毒柱，否则以其他方式解毒自然是玉石俱焚。这么严重，那你现在怎么办？我有克制尺度的药。在，陪我回内城。是，禀报首领，外城南部的自保铃铛旁发现一个奇物，以为地脉入口。那可能是你们要找的地方。休息好了，过去看看吧。告辞。你不要紧吧？多谢关心，我没事。
哎，以其他解毒方式真是玉石俱焚。这蛮伤脑筋的。这五毒珠到底是什么宝贝啊？好啦，刚才是我误会他了，场面有点难看。不过既然这五毒珠能帮到他，我们尽力找到还他一个人情就是了。我看他本事不小，手下有不少人了，想必也费了不少心思去找，可见没那么容易找到的。其实你也不用太过自责啊，我刚刚也误会他了。你们为什么要怀疑人家？旭儿第一眼就知道他是好人，我也觉得对他有种亲近之感。但行走江湖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不过人家都看出咱们防着他，也不能太不给人家面子，这是江湖规矩啊。总之事情都过去了，也别想那么多，还是先去外城南部的自保林家看。看看地脉路口是什么样子吧。好，哎，我直接进去就对了。OK， 好，直接进去就开始走迷宫，完全没有剧情啊。OK。